还在看电视吗？我跟你说，今天我买菜的时候遇到楼下的贝贝，他说他孙子最近很晚回家，该不会是学坏？还好我们家美心不会这样乱跑，不然光担心哦，都不用做事。不过今天主任打来，说美心在学校又跌倒了。哎，不要又跑到学校跟主任反映哦。小孩子本来就是跌跌撞撞才会长大嘛。对了，下次提醒我买点水果送给老师，他到老师那边就整个人都变活泼了。我觉得这就是功德吧。现在他终于离他的梦想越来越近。几年我们这样支持他，也总算是有回报。你找啊，美心在哪？还要我帮你找啊？开门查水表。原来你们家的房屋是安装小红伞。本节目由小红伞冠名赞助播出，花狐并没有。地方，你这样，我会去扭到，不要那么激动。好陌生，轻声小语。是在大声什么啦？
后来让我捡。谁啦？按了门铃又没有看到人，你是蓝色混蛋是不是？哎，那个是蓝色混蛋吗？还是布鲁斯？长颈鹿美女，记得拿剧本。不对，是联络簿。金小娃娃，乐谱，这边打火机应该可以先收起来了。这样就可以跳过打火机的那个动画时间。这蛋糕上面是什么？奇异果吗？然后旁边一堆奶油，然后有水蜜桃、葡萄。话说为什么它有两个数字啊？一个是四，一个是九，是不是？对，那是杜风雨的生日蛋糕吗？不对吧？吹蜡烛的是美心诶。齐聚一堂，你来唱，我来唱，台之上定见真章。欢迎收看《七大新舞台》。嗯哼哼。然后他还很好心的自动帮你开。打火机，在室内踢什么球？你来打人的是不是？害我来打人的，手术中。啊，忘记了，这里有一个。
他到底是去动了什么手术？他不是没事吗？找不出病因不是吗？ X 光。在外面就拿得到欸。真的了解我的情况吗？我抽卡都抽不到 SSR， 你能帮我吗？话说我画质都调最低了，那还是经过这里的时候还是会有点顿。一彩新舞台，巨星的摇篮。什么巨星？乔洋吗？现在总算到了我们儿童组挑还是艾比？一起来欣赏杜美欣小朋友为大家带来的《码头姑娘》，掌声欢迎！大爽转身，瞬间移动。跟你婆说早安。美心，你要去哪？回来啊，美心！总之先来这里。
然后要记得那个梳妆台上面会有个文件要记，还有那个酒缸在放东西之前要先把上面的纸拿下来。就突然说不能出门，我这病明明就已经好了啊，明明说好今天要带我去阿里山的。好可爱的一朵云啊，关起来了，硬要出去玩。然后他就变病娇了，他又很幼，妈给的维他命他都不吃，养成病娇的个性从小开始。至少他今天有乖乖把医生开的胃药都吃光。哎，怎么所有的药都不见了？啊，对了，钢琴上面那个也要剪。钢琴上面有一个文件，要变药膳炖鱼了。弹珠听话，弹珠。哎呦，这次还断顺。然后这边一张。咻咻咻，爸爸来打猎了。今天森林里出现了一只好大好大的山猪，爸爸的弓箭准准命中山猪的脚，山猪好生气，他冲了过来，用力把爸爸撞倒了。回家后，小女儿莎莎不眠不休地照顾爸爸，但是爸爸的身体总是好痛好痛，帮爸爸擦药喝汤都没有用。躺在床上好多天好多夜，爸爸的病都好不起来，莎莎难过的睡不着了。她决定要出门寻找治好爸爸的方法。莎莎翻山越岭到了丰饶神的宫殿。丰饶神的宫殿是一座金色的大房子，在森林的正中央，大门就开着，只要是森林的居民都可以自己进去。莎莎说，求求你治好我爸爸的病。丰饶神说，这是一种神奇的花，只要它盛开，再严重的病痛都会痊愈哦。
丰饶神给了莎莎一颗种子，但是你得用最珍贵的东西灌溉它。丰饶神说。莎莎心想，爸爸有说过，全世界最珍贵的神水就在天空树上。莎莎启程了，她走出丰饶神的宫殿，她来到小森林，一路向前。怎么会？
神水竟然早就已经干掉了，没有最珍贵的水，就没有办法让花开了。爸爸不忍心看莎莎这么难过，把她叫来床边，告诉她：没事了，没事了，爸爸只是要睡着了，只要你好好的，爸爸什么都不怕。莎莎难过的哭了，她的眼泪滴在泥土上，渐渐的，土里冒出嫩芽，嫩芽长出枝叶，枝叶开出花苞，花苞绽放成一朵美丽的郁金香。原来，女儿就是她最珍贵的东西。爸爸的病好了，为了感谢丰饶神，父女两人一起把花种到土里。山坡上开了好多好多的郁金香，丰饶神也好开心。从此以后，莎莎和爸爸一起照顾这片花海，永远开开心心地生活在一起。李芳笑着看你，笑到你心底发寒。话说梳妆台那张我有剪吧？应该没忘记，应该是没漏掉了。我又不小心转错方向了。3月24日，天气晴。大衣柜是我的秘密基地，每次叔叔阿姨来的时候，爸爸妈妈都会叫我去打招呼。但是我觉得陪客人聊天好麻烦，我不喜欢被问那些问题，也不知道讲什么，所以我都躲起来等他们走掉。在衣柜里面，我可以小声唱歌，可是没有人在听，所以我都乱唱。金牌麦克风。在衣柜里，我唱的比在台上还好听。要是比赛都办在衣柜里就好了，这样就不会在大舞台上发抖，也没有人会在台下用力盯着我。关你屁事哦！今天喉咙痛了。
别大，你看我啦。爸爸陪我玩。别大吃昂包。昂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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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昂。爸爸你在干嘛？本心，不要吵爸爸。我要被弹药了。然后桌上有一张是不是？闪人。再去86年，拿相机、皇冠和旗袍。变白哦，下课了。战斗弹珠人美心 ，Go。旗袍找出来了，洗一洗应该还能穿吧。赖导他答应了，他说现在还来得及加个角色。什么意思？啊，不是说过了吗？房租水电都快没着落，要想办法呀。这样家里怎么办？小孩不顾了吗？你怎么那么自私啊？不是嘛，家里不会怎么样啊，家里我还是会顾啊。好好好，我再去跟他说，不去就是了。恋恋沙河，可是你是有什么好生气的？我就只是想要帮忙而已啊。钱我会处理，男人的事你不用管。什么叫做男人的事？你算什么男人啊？你整天窝在家里好手好脚，不出去工作，写那么多，还不就赚那几个钱？拜托你现实一点好不好？你那种剧本现在已经没有人想要拍了。好了，不要再扯这些了，我现在不想听。你如果不乱花钱的话，现在不会变成这样。我乱花钱？怎么不看看你自己啊？那本数学讲义的那个出版社是什么？英什么书店？还有那条贵的要命的鱼，够了没？哦，还有那个什么供养观音的功德金，每个月一包一包的在给，你有没有连菜钱都给他算了？你莫名其妙，搞清楚，要是他的保佑，今天没吃个病会好吗？你给我闭嘴！好啊，钱都给观音好了，全家都跟你一起喝西北风好了。好，全家都喝铁观音。今天晚餐。就去手摇店买一杯铁观音拿铁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评审老师的分数也已经统计完毕了，我们马
上就来揭晓。我们为然后相机记得要拿。一颗、两颗、三颗、四颗、五颗、六颗、七颗星。好的，紧接着我们来看挑战者所得到的星数是一颗、两颗、三颗、四颗、七颗星。今天我的病还是没有好，又要一整天躺在床上，真的好讨厌。但是有一个好事，那就是爸爸送了我一个礼物，是一本故事书。睡觉的时候，他一句一句的念给我听，我还在上面乱画，把故事改得很好笑，好好玩。爸爸教我折故事里的那种花，色纸用完了，我们就拿爸爸不要的稿纸来用。一开始折得很丑，可是爸爸很认真教我，真的好开心。而且折了很多魔法的郁金香后，我的呼吸就变得很顺，真的好神奇哦。我偷偷把最漂亮的一朵藏在书里面，这样写藏念故事的时候爸爸就会看到了。出门啦，这个要剪，然后这个也要。再来回去80年放相机。哦对了，这个也要剪一下。梅花梅花几月开，管线都生锈了。装相机喽，然后地上有一张文件。首歌给爸爸，爸爸生日快乐。茶几那张我有剪了吗？看起来是剪了。然后剪娘家那张。你等一下，他好像在听。
9月19日，天气晴。一个人在家的时候，我也觉得很害怕，越想越紧张，然后就会跟以前一样，头好痛，不能呼吸，一直发抖和咳嗽。好久没有这样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明明同学大家都好好的，但我就会想很多，很担心会有不好的事情。常常吸不到空气的感觉，睡不着，在想说睡着以后可能就醒不来了。睡不着的时候，爸爸都会带我去找何老师，感冒或身体不舒服的时候，爸爸也会带我去那里拜拜。因为我以前病得最重的时候是给何老师看过才好起来的。然后这边拿一张照片跟一个文件，妈妈说，然后一个碎片，应该说两个文件，地上一个，桌上一个。努力赶快好起来。蛙式跳水，从小就立志成为跳水选手。这里一张，然后这里一张。88，然后地上一张，我来倒追你了，杜老爷，我喜欢你呀、看你婆笑得多开心，她一定觉得这样追你很好了。宫崎英高救我！念什么 ？C 语录吗？不甜就是咸了。红糖是妖魔鬼怪。唯一支持你全糖实在的，全糖你最实在的好朋友。我在山谷里玩密室逃脱，方向灯波改。巧克力炒饭，欢迎朋友们回来我们的节目现场。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好久不见的玉女歌手龚丽芳小姐。丽芳，恭喜你要复出了。是啊，谢谢刘大哥。国民女星回来了，这可真是个大消息。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都非常的开心，大家都非常的想你。不过同时，应该也都跟我一样很好奇，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你决定继续回来拍戏的？还是有太多难以割舍的事吧。
一言难尽。你先生难道没有对这件事表达什么意见吗？岂止有意见啊，根本大发雷霆。我想他最在乎的就是他那张伯伯的面子吧。这么说会不会有一点太苛刻了？苛刻。我努力让这个。你是古阿莫吗？苛刻。整天包红包给那个老师，花大钱去买那些怪东西，到处烧香，到处贴符，把家里弄得越来越邪门。还说我瞎搞眼。东西附上了，要我去向观音。高亮电梯。你能想象吗？被自己的丈夫当成妖魔鬼怪。美心从小就爱黏着爸爸，父女俩三天两头就往老师那边跑，我根本没办法，所以我决定这次演出之后，我要带着一家子离开那里，去一个平静点、单纯点的地方。杜风雨，我好怀念我们一家人简单开心的日子。电梯那个叮听起来怎么很像是收银机的声音呢？请支援收银。这里有一个洞哎。抱歉，
喵喵喵。你才神经病，你全家都神经病。接电话了。喂，杜先生，我是何老师。我听说了，美心这次真的有这么严重吗？你别慌，赶快带来给我看。我们寝室，我觉得你们两个比较严重哎。求求看，关美心屁事啊！不要担心。照我说的做，上一次治好了，这一次一定也可以。咚锵锵锵咚，咚锵锵锵咚。咚咚锵，咚锵咚锵，野格炸弹，我的最爱，野格炸弹，超爽口感，咚咚锵。虽然杜风雨在此，为爱女杜美心请命，爱女受恶煞侵扰，魂不附体，恭请慈顾观音大师治煞收魂。杜先生，你有没有看到什么？我看到一个蓝色混蛋。有看到烛火吗？那是美心的元神。烛火怎么样？火在闪烁，代表他现在魂不附体。还有看到什么？有看到美心吗？那你要找看有没有你女儿的痕迹，看有没有可以通行的地方。慈顾观音会引你门路。有光就跟着光走，有看到什么就讲出来，看看有没有美心留下的东西。什么？纸船？船是不是飘在水上？水是有什么船是不会飘在水上的吗？跟着我念：水能通灵，船为摆渡，恭请慈姑观音引路。现在呢？放水灯的河流有没有可以通行的地方？河上有沙洲。沙洲是慈顾观音的化身，他要当你的路，你走过去。有没有看到特别的地方？抱歉，继续跟着光，不要管桥下的人，他们在受自己的业火。刚才喝水有一点呛到。他们在受自己的，不是啦，他们是这里是那个垦丁村那现场。
他们在海滩上面玩得不亦乐乎。那是通天梯，又通到地狱了。杜先生，这是在骗呐，何老师。地方，这边和你没有关系，不要碰任何东西，赶快走过去。别担心，你女儿不在这里。我知道我女儿不在这里了，在这里的应该会是你了。敢讲别人是罪人呢、啊？他们生前都是罪人，不用同情。你只要看好自己的脚步。不要停下来，继续走。是我的错觉吗？为什么这趟感觉他们喊得好大声？很好，你走出来。旁边那些在那个极限运动的人，你看到什么？树，那是你的本命树。想见到慈湖观音，要先内观自己，你要走进自己的心。这边看到的就是你的内心，你要找到往上走的路，这条路会带你走到内心深处。那边有你的元成功，你的元神就在里面。等一下，你要用元神去感应慈姑观音。元神不是一款游戏吗？我要感应慈姑观音，我还要进了门之后就要靠你自己，不管买那一套游戏吗？都不要理他，有什么事情就念太麻烦了吧。观音的心咒。你这是业配吧？还敢业配啊？哎，哎，杜风雨，看这里，是我啊。几年不见都不记得我了吗？不记得啦，你谁啊？你还记得？你是来推销保险的？我中的那一朵，那女孩好喜欢那朵花。天天盯着他看，每次掉了一片花瓣，他就拔自己的指甲去重新完美它。花黄了，枯了，他就拿自己的血来浇，终于让小花开花结果。他就是那么宝贝他。可是我告诉你，小花终究是小花。结了果以后，她承受不了重量，终于还是被压死。很遗憾吧？但我们都是作者，不是吗？现在还有机会救她，去吧。就在前面，去挽回你的希望。你挽回我的小乐乐。才没有花开的很好。
带我走。天地驱除了那些魔障，现在慈姑观音亲自显身，美心的魂就在这里，你要诚心对慈姑观音发愿，来帮助你的女儿。一球冰淇淋，老板，一球冰淇淋，谢谢。海女杜美心受因果业所困，心神蒙蔽，此赴杜凤羽发愿，愿现我光明，化海女心头阴霾。让我出去。最后的祈愿，从哪里开始的，就回到那里做结。愿献我心血，求爱女
最荒唐的。都2020了，还在冰手中。算是完成了。最后诚心的叩拜慈姑观音，只要慈姑观音感应到了，一切就会圆满。这样应该全部都捡到了吧？结束之后回来检查看看。有，一定有。你这个神棍，那个符根本没有用啊！一定是你打开的方式有问题啦。死者苏醒是魔法卡还是仙灵卡？魔法卡吧，一定是你打开的方式有问题啦。你是不是没有？魔法卡要覆盖吗？还是不用？算了，不要乱讲好了。其实我对游戏王的规则不是很了解。银城泽林就可以拿到沃瑞克了吗？啊，是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这个，我跟你说，你不用紧张，这种事情急不得。什么？这种事情急不得？我在 Speedrun 哎。就是轻者当日，重者七日见效。你要对美心有信心，你要有耐心啊！不要有耐心，你个头啊！让他慢慢跑。第十七在跑，耐心个。好，那你有问题再打来，我都在。不要打了。放我过去。
那张应该是重复的，不用剪。对，只要过来这边就好了。然后过来这边，他还要读取一下物件，还会lag一下。9月29日下雨天，妈妈很久没有回家了，拿到了，我很想她。我忍耐比较苦，可是越忍胸口越不舒服，有一天就开始不能呼吸了。爸爸说这次不用看医生，明天我们去看何老师。可是我还不确定，但是爸爸一定不知道，我已经有治好病的方法了。哦，有了，好多好多。现在的记录是1小时13分，一点点就可以放满整个房间了。可惜爸爸最近都忙着拜拜念经，没办法陪我一起折，只要折到和故事里一样多的郁金香，我的病一定就会好了。病好后，我要继续练唱，变得更厉害，唱得更好，然后总有一天一定会实现我的生日愿望，变成大明星，让爸爸妈妈一起坐在电视机前面看我唱歌，大家开开心心的聚在客厅。我好喜欢那个时候。
是坦率地笑着我的荒唐，无处混乱又无处生灭。我爸爸，我们回家吧。是破浪不见船入港，他站在码头遥望着北方，青丝飞上白霜，心还惦着他，心里没说的